视频有点长，还是别看了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呢观看我的作品。虽然说我不是专业的摄像摄影师，但是我拍的作品还有很多人喜欢。他们喜欢不是我的拍摄技巧，而是我拍摄的内容。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堆啊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80年代、90年代的影音磁带。我们看一下。黄安的，张信哲，周华健，小鲜肉林志颖，非常经典的《白娘子传奇》，很多啊，很多，包括性感皇后萧亚轩，非常多啊。一般听歌呢，全是用这个来听。现在，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收音机模式。亲爱的，我推荐朋友办理邮储银行信用卡，赚了800元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推荐新人成本得实惠，所以现在有的老朋友，您就可以直接在导播间把名额占上啊。新朋友呢，再跟我们共同的了解一下，效果非常棒。但是再跟大伙儿聊聊。倒数开始，滴答滴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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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滴答滴，原唱是谁？评论区打出来啊！模式转换一下，播放。前面的这个鼓声，能听出来是谁唱的吗？长路漫漫，人如我愁。一身胆色和热肠，掌握自我真情，听不出便是家乡。冲入命运熊熊火，不管的是怎么样。谢谢您的观看，如果说您喜欢，别忘了给主播点关注哦，谢谢。